年初三我要去俱乐部，应该就没空来看你了。啊。时间还早，要不听会歌？ 电话，干嘛？吓死人！听说你今天要来，我就特地赶来了。进屋喝口茶呀。啊，没事，你不用理他，你走吧，跟我走。你好久没有进来了，进来什么？走吧你。再见。